天我们从亳州来了两位非常非常特殊的客人，完了之后现在已经9:50了，他们10点要出站，我们赶快去接他们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德国的安南。来自亳州的小伙张建东，安南和我在乌鲁木齐认识，现在在一起生活。我听说黄山就是那个再差一个季节。对。我现在直接来到黄山，对这个特别感兴趣，很想写一个博客，关于这个，给我的外国朋友介绍一下。林哲，你们俩能不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？这个没有问题，但是要实现这个愿望，先完成我一个任务。什么任务啊？这个先不告诉你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基本上。现在就出发了，我很有自信，一定要找到。走。这是我找到了第一个黄山名茶，毛峰。第二个，看，最后一种，第三种，祁门红茶。下一个，斜克号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我还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。哎，这还真难呢、啊。这还不像，我估计这是肯定是什么吃的东西，那个斜克号。我是泡茶用的，泡酒用的。你挑的。一位。你知道蟹壳吗？蟹壳吗？螃蟹的蟹。蟹壳吗？不知道。我们也是过来的。我们也是流浪的蟹。对，老板，问一下，我找一个。黄色那样的螃蟹，有啊，这个就是，来，黄色的螃蟹。哦，这样我找到了，这是不是蟹壳黄？这个不是蟹壳黄，不是蟹壳黄。黄山名和黄山昂峰花免费品尝。那里面是梅干菜和猪肉做的。哎，我终于找到了，还真不知道蟹壳黄是个烧饼，我以为是个螃蟹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什么喝茶的时候吃的
特点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太急了。这个是灰墨酥，纯黑芝麻做的，然后这个是花生，花生又名长生果的长生酥，你可以试一下，没有关系的，尝尝看。这个白芝麻的顶式酥，这三种口味是当地最有特色的几种茶点了。那我把这三种最有特色的茶点送给你吃吧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帮我给打码。我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，找到了最后三种，现在赶快回去给他们看看我完成的任务啊。这是我父亲。哦，嗯，两家。这是主要是在干什么？这是在要学出门再串鱼了。看自由组和两个组，我来给你们半个小时时间，你们来去采摘看看，我来给你们做个评比。好。没事。那个是采得好，我就教你做茶。哦，采也采不好，我就要想想了。我上面怎么样？漂亮吗？是不是很像一个在茶叶的女孩？那你一定会瘦。没有，你只是像而已，不是。好了，采什么呢？这是不是都可以采了？你知道吗？采小了吧？这个小吗？你看这个多大的叶子？你黑茶叶有这么大的吗？茶叶？没有，那这个呢？对呀，那也有点大吧？那就采吧。我一直是看人采，今天自己采真是第一次。这半个小时比赛，你紧张吗？紧张，超级紧张，从来没有，不太懂。茶这么长的还是这条茶一么短的我不太清楚，所以我随便。不能用指甲掐，就是往上拉的一个过程是。对，你指甲掐了之后，掐的那个地方在做茶的时候会变红，可能会熟掉，因为他们懂得茶，因为我们会尽力吧。我们会硬，你别这么悲观好不好？好吧，好吧。好，三十分钟时间到，停止采茶。我来给你们看看采的情况怎么样。像这个就不是茶叶。谁采的？你。数量已经出来了，你们是1.2公斤，这是1公斤。嗯，再来看看你们那个采摘标准，像这个呢就是采摘了粗糙，标准不统一。这个呢是虽然有点小粗糙，但标准相对统一，500克至少相差200到300公斤。也有点遗憾，但是也不算串不住熟了，因为我们那个重量
比他们多。感觉这个采茶也还挺辛苦的，两个人这么长时间才采了这么少呢。这虽然听起来是赢了，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感觉到很不满意，因为数量上还是不如他们采的多。那现在我都茶叶都采好了，现在能不能学那个怎么做茶呢？就凭你这个用心的程度，我愿意教你做一做茶叶。啊，谢谢。哎呀，好。茶叶的好坏是四个方面去评估它，色，颜色的色，就是做好干茶的颜色，香，香气，滋味，形状。我就开始教你们做茶叶，然后第一步呢，要把熏叶采下，那个熏叶放到拿一定的量，一般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先去，第一步是炒茶，炒，不是烤茶，不是烤，炒茶。炒饭的炒。哎，对，炒饭的炒，对。那个掌握好温度，这个温度好像不低耶。辛苦你了。听到有这个叭叭叭的声音，就是这温度正好，你看。就这样。那这个要多长时间？一般手在里面，估计这样摸了要摸200下左右。哎呀！要快！成熟！哎呦！不行！要这样。这样翻起来，要翻起来，不翻起来底下要削掉了。哎呦！这样，找找看。来，看到。是不是？我谁上？你上还是我上？这温度太高了，我害怕。我上，不让你上。哎呀，好，你想尝试的。嗯，你去。要是不是比赛呢，你就玩一下；要比赛呢，我们还是要拿成绩的。我练过，还是我来吧。好吧。接下来看我了。炒法炒的已经出炉了，好不好啊？要我父亲来鉴定一下，可以达标了，可以达标。但是有几个小叶可能起泡，这就相对来讲，就手工做的是避免不了。这是谁炒的？我炒的。哈哈，那你也打屁股了，全部摊子是水泡了，是全部是水泡了，质量你们没有达标。他们达标了，做茶就刚才炒那个动作。我有个要求，你们俩比一比力气，用那个手比一比。我认输，我认输。那你们能认输呢？咱绞劲绞一下呗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加油！Yes！包起来送给你们啊！好，这送给你，好好。我这个比赛还没敢自己
有时候因为太热了嘛，但是经历过这样的过程，我还是特别高兴。这次也让我感受到那个茶农们，他们就是摘茶、做茶还挺辛苦的。这样的干这个活，我感觉挺累的，很佩服他们。所以下次喝一杯茶，我一定要珍惜。那现在你就先尝试着先泡一下，好吗？那没问题。啊，没问题，那你就来吧。哎，不是，那一杯的吗？好。好了。好了吗？啊。嗯。这不是好了吗？你自己闻闻有香气吗？好像不重，香气不多吧？有什么？哎，有一点点。那怎么回事？就是你刚才的这种茶的泡的方法是错误的。啊？那老师，如果我要平常就是喝茶，就是一个最方便的方法，怎么喝茶？泡茶它要讲究茶、气、水、意，所以这个你对你来讲是比较难。水、意，对，四个基本要素。我们首先把这个杯子要烫一下，让它第一干净一点。它有灰啊干净，第二个使杯子有温度，茶叶的香气才能出来，这样子我们才体现茶叶的色香味形。看看好的杯子，看到了吗？干净吧，哎，这样子要干干净净的，然后我们再来放茶叶。这个茶叶放了最少要三克到四克，三克，哎，对，好，在这儿就三克多一点，全部放进去，全部放进去。对，然后倒水也不是那么冲，倒水就看，看好看。不够了还要放？对，你可以把它冲了以后，先让它润一润，比如说让它润一润，把茶润一润，对吧？多长时间了？几秒钟也就可以了，你看动作幅度大一点，给它润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来冲它，看好了，看它冲到对了吗？好，那个水的温度要多高？水的温度像这种茶一般的85度，你来品尝一下这种黄山毛峰，喝了以后都有一种回甘，就是回味的意思，它有点微微的有一点甜，然后闻起来有一点花草的香味，这就是黄山毛峰的主要特点。来，我们尝一点看看。然后黄山毛峰的颜色看起来就有一点微微的有一点嫩黄，里面飘的这个是一个个的小茶芽，小一个的茶芽在这里。我感觉中国人那个茶艺特别有意思，给我们的德国的茶艺非常的大。现在我感觉我平时泡的茶都不对，现在我知道怎么泡，我到家里我就要试试。这是我的博客，我刚刚写好一篇文章，我给我外国的朋友介绍一下黄山三种最有名的茶是什么茶，中文是什么名字，英文是什么名字，茶那个茶点，还有我一个很难找到的写客话。我还打算写几篇文章就介绍一下黄山摘茶做茶。我感觉那个摘茶这个茶那个是很辛苦的一种工作。这次来到黄山，才真正让我感觉到就是中国的茶文化的历史。我感觉，喝一杯茶必须要珍惜。